一分钟。我看你先把你前面的整个的椅子搬了，我现在我不去那儿捡了。哎，这俩你要记不到。对，他要坐着干嘛？他不走，就是拿到这边，就是他们经理的竞争，应该竞争他才有一米多。我第一次下来干。所做的报道，你看这个报道是就把实验做得更精准了。我只是倒一点点啊，结果呢？你看前方的人多倒霉，除了被烫伤之外，又溅洒出大量的酒精在前方。如果那是他的手、他的脚，全部都一直烧起来了。我们慢动作来重看刚刚这个画面，你会发现什么？真的嘞，就如同我所讲的，他前方喷溅出来的是燃烧的气体，但是燃烧气体的下方，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他的正下方？就会有水柱，这样这算水吗？应该说这叫液态酒精，这些酒精呢它就往前方它被推挤出来嘛，而这些溅出来都是下一次二度伤害的主要来源了。这样你可以了解酒精其实它真正的危害才是更恐怖的吧。因此现在在学校老师啊或者是外面能够少用酒精灯就少用酒精灯，酒精灯它当然有很多的好处，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只要出事是相较于其他加热器具来讲更最严重的一种，好不好？这样可以懂了吗？那今天没办法陪你们